2022了，兄弟，努力搞钱啊，不要浪费时间在黑丝身上。你要记住一句话，没有姑娘永远十八岁，但永远有十八岁的姑娘。有个女仔令我时常变得大个，当初有时行为对你犯下大错，你话我唔识谂，算系冇见识品。你慢慢深谈，觉得我对感情唔认真。要知道男人系天生小朋友，人生系每日点会忽略一点点感受？要改正不简单，我只系欠条教，经历得多反而可以令到我越良好。一世界永远冇同眼睛看过，佢冇时间嚟讲，爱情在我近可，再从下次得到的你那个。但终于想要我到你又有谁可以变作代表一切仲有变数在普通的距离世上面包再慢慢的三十每个角色都需要看着分分这个过程真的不需要改变佢。